他两瓶要多一把长剑啊，这武器大师有点吃力，说实话。差别是很大的，炮刺兵有90点经验，当你漏一个炮刺兵相当于你漏了三个远程兵，所以说经验其实非常重要。真恶心啊，武器哥。所以你没蓝了，还没蓝。
哇，怎么来了个泽利啊？没关系的，慢慢来吧。你看完我这把打武器，你还会觉得我怕武器吗？其实我不怕武器的，我只不喜欢打，我只不喜欢打这个英雄，这个英雄太变态了。受不了了！我不玩游戏，我来定规则。我好像错了，窍门就是脑子。我们究竟在和什么东西对线？我们差点被他反杀了。这差点被他反杀了。什么英雄好打武器吗？酒桶呗。没 AD 太肥了呀。像他们这种开团辅助，先把他们辅助杀了，因为他们辅助是控制的关键。只能碰瓷啊，跳到我二段 Q 上来了。我们这波就直接开辅助，因为他们辅助是团控啊，团控的话就相当于跟个卡特一样。对 ，AD 下塔很多，还有就是我感觉就是塔皮的问题吧。就比如说你下路打赢了之后，你可以把其他路的塔皮也都吃完，所以就导致 AD 的装备起得又非常快，再加上这版本 AD 又强，所以就形成了为什么这个版本是 AD 的版本。我不会被误导。装备起得又快，打架又猛，然后还坦又难杀，这武器跳到我按的 Q 上来了。主要还是我们这波把他们辅助开了，把他们辅助先杀了，很关键。我好像失误了。你一个新盖面对一个三件套的 ADC， 你不出个冰心，你根本没法活，活不掉的，根本活不下去。
快，动弹不得，被控死了。我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能回答我吗？蛇女大刀给了谁？洛的大刀给了谁？你能告诉我答案吗？来 ，Q 死我！你能 Q 死我吗？好痛，好痛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好痛，没关系，这个 MVP 我让给蓝宝吧。这个 MVP 我让给蓝宝吧，蓝宝玩的不错的，给他也行，好吧。我不是特别需要 MVP 这种东西，主播这把的作用早已经证实了。M M V P 无所谓了，那个都不重要。我的命令非常清晰，我失去耐心了。我快回来哇，蓝宝怎么伤害啊？我操，完这个 EY 别乱，有点乱了，这不从今以后魔抗也没有魔抗的作用了。哇，他怎么只有40点魔抗啊？他好像被插了一下，然后只剩40点魔抗了。目标消除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你在干嘛？我看一下这神女多少魔抗，她刚刚被一了一下，只剩40点魔抗了。40点魔抗，那她打她不就是增伤了？我要找一下神女看一眼她的魔抗。哦，她总共也就59的魔抗，那没事。他总共也就50级的魔抗，完了，蓝宝怎么感觉被秒啊？社会需要规范。
快了，我这不会被锤开了吧？又锁住了。我怎么又锁住了？哎呀，好奇怪啊！主播又锁住了。